借此机会呢，是大向大家介绍一下甘文烟。可以，其实呢，真正实施的甘文烟呢，它们是从森林里面一些树的树脂里面的，可以说它的形状大概是这样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它敲小了一点啊，不然的话它其实蛮大。OK， 然后呢，你看我们有敲碎了几个形状啊，有些人呢，他可能燃烧的时候他们喜欢比较大力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敲的比较没有那么碎。这一种呢就是敲的比较碎的。OK， 所以今天呢主要的呢我们就是要介绍怎么样燃烧，正确的方式怎么样去燃烧甘文烟。其实呢燃烧甘文烟呢大致上是可以分为两种。一种呢当然外面我们可以买到类似这样的。OK， 所以这一种呢是有加了很多的那种香料，可以说我们不建议，因为我们燃烧甘文烟最主要我们是可以闻到它的那个纯正的香味，尤其是Windows 呢是主要是全部是 100% 天然的，所以我们要闻到它本身本来的清香味。 OK， 所以第一我们买的时候就尽量是买只是木销，只是木销，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香味，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进去，纯粹只是木销。所以我们的其中一个方式燃烧呢就是 OK， 我试试看用碎的。 OK， 我们只是把碎的绑住，然后当然最简单的方式，这个是其中一个的燃烧方式。 OK， 当然当它烧到的那个木屑的时候，木糠的时候，我们是闻不到任何香味的。 OK， 当它开始燃烧到甘文烟甘文石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散发了一些味道，镜头上面看到吗？ OK， 你看它其实呢会有一些刺刺声的，这个就是纯正的，纯正的，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燃烧方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闻到它不同的香味。其实呢甘文烟呢总共有几种，普遍上的呢有一种呢是带黄色的，然后有一种呢我们叫做蜂胶蜂蜜的 OK， 那种呢是带甜味，还有一种是纯黑色的，那个的味道又不一样。所以当然我们用纯真的那个木销去烧它，我们当然就完完全全可以闻到它们的那些区别。Okay， 甘文烟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净化空气了。OK， 第二个的燃烧方式就是把整颗的甘文烟放在火炭上去烧。OK， 然后把火在那里烧，当火炭烧红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整颗的甘文烟，这个是比较大颗粒的，我们都可以来放去燃烧。当这个炭红了之后，我们就把整颗的甘文烟放下去，它就慢慢的把它燃烧，同样的一个方式。因为当它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燃烧的时候 OK， 它的这个甘文烟的香味也是慢慢的会散发出来 OK， 也是慢慢的会散发出来。这个就是其中的两种的那个方式，我们去燃烧那个甘文烟 OK， 它的香味就已经慢慢的飘出来了 OK， 所以这个是两种呢，开始闻到那个甘文烟的芳香味了，所以慢慢的给它燃烧，这个是其中的两种比较正确的方式，我们可以真正确确的是嗅到它本身本来的那个香味。 OK，